是。你好性感哦！有啊，水蛇腰。嘿嘿。有妈咪陪搭帐，比较开心了。一包，宝宝他在你的帐篷上洗澡，好大的一张床哦！哈哈哈哈哈！妈妈，妈咪。趁这个时间来做个手工。然后呢是噔噔噔，我看一下，呜呼，我的灯笼，来看怎么塞，把灯泡直接塞进去，来喽，点灯仪式。第二个拆盖仪式，烫了，不要烫到。哇哦，直接哭出来了，开动，开动，开动。好香哦，好香。我露营梦想清单有一条，就是在露营的时候吃水货。哇，你实现了，你实现了，好好哭哦。今天真的各种不顺利。哦，我比较开心的时候是那只橘色猫咪出现的时候。哦，我知道你不开心，真的闷闷的，来安慰你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再帮你把那个蜡油洗掉一下。好爽哦！这个你要吗？要，我很饿，要，我很好饿。一个盐可颂，什么？哇，是泡面呢。好了吗？还没啦。好了没？还没啦。换我了吗？还没啦，我都还没吃呢。好了，宝贝。
我等一下。再等就没有了。慢。解放海鸥说干嘛动快动？动画面。呜、哦。真宠。他想给你加尿。噔噔，嘿嘿，我是爆米花富翁。Hello，Hello。我们今天呢，有干爹。我们的干爹在桌上，超好吃的迷你花。我跟大家说，迷你花真的超级超级好吃。它是用纯米爆的爆米花，咪咪来了，四角都有穿。耶！客串嘉宾，先跟大家分享的是丹尼船长的迷你花。我想要先吃可可焦糖。可可焦糖？可可焦糖是我最爱，我可以一个人把这包干光。干光是？是。好，太黑了，拍不到。跟你们说，迷你花呢，它是用米爆出来的爆米花，所以它不会像玉米爆出来一样会卡那个玉米壳。哇，好喝哦！那我来开一包咸的。好好吃哦！海苔。盐烧海苔。盐烧海苔吗？我好像忘记有没有吃过盐烧海苔。没有，我没有吃过盐烧。这好好吃。很爽脆，所以一直拿。就有时候吃完甜的之后，就想吃一些咸的，然后就想吃甜的，然后就想吃咸的。那我觉得迷你花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它每一包都有夹链袋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有夹链袋的食物。椒盐海苔，盐烧海苔啊，看着也能念错。刷脆耶，我也觉得这个味道很刷脆。这个酱油不是甜的，就是比较咸口的酱油，这个是我喜欢的咸咸的味道，因为不是很喜欢吃甜酱油。来吃蒜香奶油好了，蒜香奶油，我一个人只能自己吃耶，太好了吧，烦死了。我想来吃焦糖的，吃的这个组合呢是露营有咸有甜组合，然后是有一个优惠的组合价，大家都可以一次买完他们家经典的口味，然后觉得很好吃的话再慢慢挑战其他口味。哦，我觉得草莓超好吃的，草莓好吃，所以如果买完这个组合之后呢再买一包草莓，草莓是酸甜口味的，这里完全没有重复。焦糖味儿，哇！看看这个漂亮的颜色。完了，我蒜味太浓厚，把它盖，直接把它盖掉。我也是，怎么办？嗯，超浓，很赞呀。哦，吃第二个就有焦糖味了，有一点回来了。觉得焦糖有一个苦苦的。那种味道好好吃哦，然后又不会太甜。哦，焦糖好好吃哦。我喜欢焦糖。嗯，焦糖超赞，焦糖超香的。
迷你花的爆米花，就是它不是像一般的爆米花用油爆的，你在吃的时候你不会有感觉到任何的油腻感。焦糖味，冲绳黑糖味，香蒜奶油味儿，味儿，我最爱的可可焦糖，超黑，盐烧海苔，玉米浓汤味儿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像也不用转，因为很明显，哇，玉米浓汤好吃，好吃吗？嗯。我以为你不喜欢玉米浓汤。没有没有，真的。玉米浓汤就是甜甜香香。橙色的冰块，不过今天没有很热。拿铁，独眼龙。耶！有了有了，建成建成建成。有吧？我真的是。没有能开成这样的吧？荞麦面，我觉得我们只需要吃一个。还有酱包，这个是60cc 的水。午餐是荞麦面配，噔噔，一大堆。今天有带冰箱，吃不完就可以冰回去继续吃。
不动。有没有夏天的感觉？哦，应该去买其他冰的。对，都有冰箱的，没有买冰。对啊。时刻。不走不走，不走不走。哦哦哦。嗯，超好吃！天哪，荞麦面，嗯。好，是哦，嗯，不干，不干这样就很好喝，嗯，太棒了，看起来好可爱哦，我喜欢那个，哎，好好看哦，好像土那个班特，咪咪，你来啦呀！我要吃饭了。你脚脚受伤了？对哦。哎呀，好可爱呀！咪咪，咪咪，小橘嘞？尤达，尤达，尤达，尤达。要等一下哈，阿伯给你烤鸡肉。冷冻过。你想要板子吗？你看吧，丑猫，晚餐吃海鲜哦，好哦，你们可以打架哦。没有呢，那最后的了，怎么办呢？你太晚来了吧？你太晚来了啦！没有了，你太晚了。中分也来了，我好忙哦。中分很可爱，很像羊驼。
真的好像变态哦。我在拍他洗澡。在家里煮好的红豆。你这也是干爹吗？这个是那个。看起来很好吃哎。水泡，水泡可以了。哇，居然在外面可以吃红豆汤，还是冰的，非常的冰。哦，渴吗？哦，好喝。红豆有冻伤吗？没有，那口感。嗯，我们现在很麻吉了，他就直接躺下来了，你看看。我是麻吉，怎么办？太突然了。啊？太突然了。怎么了？你从三角形看我。哇。我现在动都不敢动。是冷吗？应该不噜噜啊。我从刚刚到现在都不敢动，但是我把这个扣子扣起来了，因为我发现它刚刚是没有扣的状态，我还是要一点形象的。谢谢啊。嗯，为什么虎斑那么可爱？我们家也就只有优雅会这样对我。你是学优他吗？优他学你的吗？你一定要睡得那么可爱吗？这样会怎么起来？而且他完全不紧张，他尾巴都不会夹起来。哎呦，不要那么夸张啦！奶奶，你各种角度的炫耀。好的啦。起来了，人家在抱了啦，煮饭饭，它软烂，它整个软烂的，你这个真是陷下去了，起来喽，哎呦，来看看，哎呦，因为我的肚子，没关系，起来，真的，快去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从这边下去。下去。你用你手手。啊！来煮饭，煮饭。不想上去了。不行，就等。大台卡式。我他按。
你教。你闻到味道了，这边在给猫咪煮水煮餐，很像变成我们家的猫了呢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咪咪的海陆双拼水煮餐。我们今天的晚餐是酱酱白酒海鲜。两个孩子都来了。真的假的？准备了一人份的饭呢。可以吧？那两个人可以吃。咪咪的海鲜饭双拼，酱酱酱。我应该切蛮小。哇，哈哈哈哈，这里还有这个，哇，给我一个个，要走了，不可以，哦，好酥哦，蛋菜好吃，好吃，好爽。晚上凉凉的，然后配这个辣辣香香的。你是锅煮海鲜？对。引他们过来。我没想到他们爱吃的是肉肉。你真是拍猫叫宝哎。咪咪，啊，好可爱！他在耍孤僻哎，你看他，阿达，咪呀，你转过来好吗？你生气哦？我把你的饭分给别人。啊！它长得可爱，声音又很甜。我控整部都是猫，我控制不了我拍他们的欲望哎、欸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停。啊！他很喜欢高频率的。经过一下，你。琪琪，排长，皮特，汤圆，汤圆，琪琪，他喜欢琪琪，尤塔，尤塔，他喜欢琪琪跟尤塔，皮特，皮特不要哎、欸，皮特。讲什么那么叫？没有，他那个频率不一样哦。我跟你说，我是猫语大师。汤圆，超随便。啊，琪琪，猫语大师，太多次了，太多次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去上厕所，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。咪咪，咪咪，嘿嘿。
可爱呀、哦，你呀、啊，你太可爱了吧，太夸张。太贪心漂亮，有进程哦。现在化个妆，因为都布置好了，都没有拍张照，不行。赢了，赶快把早餐做完，希望不要下太大。结冰。烙饼了，变得好奇怪。肉松。哇。肉酥蛋饼，嘿嘿，我在一样啊，别别用。好吃哦。还有很多。还要。还要。来啊来啊。还要。你直接这样喝好，这样就没有洗盖子。没事啊。还是没有盖子。
关系。哇，好好吃，软软的。在这种客难的时候吃到食物，会觉得特别好吃。嘿嘿嘿。